嗨，你好。那第三个问题呢？刚刚第一题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个团里面有二分之一是色盲。那你觉得到底是哪两位是色盲？是色弱，是色弱，色弱不是色盲，不一样哦。色弱是分不太清楚，然后色盲应该也是分不太清楚，可是我不知道差在哪里。好，那有两个选项，第一个选项就是我跟左边那位戴帽子的仲颖，第二个选项就是现在这个主唱永靖跟我们鼓手志祥。好，这是前面的两个呢，还是后面的两个？哇，你猜很准呢，这么明显哦。啊，被发现了。OK， 骗不了人啊，没有答错。我就是前面两个是，我跟仲颖是色弱这样子。OK， 恭喜你获得就是排 leader 的机会，谢谢。我觉得我们以后那个题目可以改一下，不然我们都围绕你们的弱点。好，好了，没有。好，那接下来这首歌呢，一首我们想要带给大家比较就是不插电的感觉，跟刚刚那首歌一样，因为我们是一个，我们本就大部分的歌是民谣的歌啦，那我们当然就是尝试了很多不同的元素。那首歌是献给我们一个蛮重要的人，就是他带给我们音乐的世界这样。这首歌叫做张阿慧，献给我们的老师。潇洒，两条狗趴在沙发，音响放的是Paul Anka。人生的歌，伊用青春来写，无论世事怎样变化。
神秘光。啊啦啦啦，我发现劈腿了。就是，因为这场我们这样把它叫毕业巡回，就是想要除了一些特别活动以外，也想要带给大家一些不同的歌曲。那接下来两首歌是我们想要献给自己的毕业礼物，也献给大家的毕业歌。因为我们办这个毕业巡回，就是我们有个想法，就是觉得，虽然我们的校园生活结束了，可是其实我们一直在，在学过程中，其实学到很多东西，都不一定是只有从学校以内的，很多是从其他的环境啊，然后同侪等等。那所以其实像毕业，对我们来说，其实它因为人生也不会毕业，就是它就是不断的有新的阶段、新的挑战。那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呢，就是说献给就是以后即将面对社会的我们，还有就是已经在社会上翻滚已久的或许大家。就是大家都是不简单的人物，那这首歌叫是宇宙人的不简单，这样对，好 ，OK， 那就是献给大家。想寻找同个地方，有一首歌不用想就能唱，让我们回到十年以前毫不畏惧的模样。当疼痛褪去，我们只剩下勇敢。当日子变得困难，我们只能活得不简单。倔强燃烧成什么形状，我的眼神是不是还有太阳，再大声起你，也许你和我一样，从不同方向寻找一起飞翔。有一首歌不用想就能唱，到十年以前毫无畏惧的模样。当疼痛褪去，我们只剩下勇敢。当日子变得困难，我们只能活得不简单。何必活得太简单。
我很喜欢里面一句歌词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就是当生活变得困难，我们何必活得太简单？就是因为其实像我觉得我们出专辑啊，或是玩音乐，或是做任何事情，都是给自己一些挑战。那其实挑战这些事情，然后获得一些成就感，其实是生活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能量的来源。好，那接下来这首歌就是也是另外一首，就是我们想要献给大家，就是这首歌是鲁昌明导演写的歌，那是然后30年前的歌，然后今年因为黄有一个歌手叫黄杰，他又出了新专辑，然后他又拿这首歌出来翻唱，然后觉得很感动，就是生活中很多压力啦，那大家就是都其实都很努力，所以其实不必有太多的哀怨，这首歌叫不必哀怨，对，谢谢大家。有点状况，稍微等一下。没电了，有吧？有啊。啊，不好意思，那个有讯号吗？就那把吉他。我们先换一把吉他好了，谢谢。那，可能稍等一下。麻烦那边那个吉他送那边送一点点，谢谢。下一位。
有答案，别再犹豫，我希望你停止爱人，我就在你的身边，不必哀怨，我就在你的身边，不必哀怨。谢谢。那接下来这首歌就是